中国东光，地处京津冀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，一座现代沿海开放城市，一座承载文化的宝城，印刷包装机械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。沧州瑞捷纸箱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、制造、销售为一体的专业生产全系列磨切设备的厂家，这里集聚了中国众多磨切设备行业的精英，并建有先进的磨切机、流水线作业车间和完善的仓储系统，先进的加工设备，保证每个部件的精准要求。超强的设计系统能快速地应用先进的技术。在卡纸和瓦楞磨切领域，瑞捷拥有多项技术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，每一款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交付都是瑞捷人精益求精见证工匠精神的结晶。磨切机系列产品以瑞捷恒盛为注册商标，先后通过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欧盟 CE 认证，畅销国内并远销俄罗斯、印度、中东、东南亚、南美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，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。作为东光县纸箱包装机械制造联合会会长单位，公司先后荣获东光包装机械行业贡献奖、科技型企业、河北省产品质量检验合格企业诸多殊荣。我们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，以创民族品牌为目标，励精图治，锐意创新，一握瑞捷手，永远是朋友。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未来。